咁我代表我哋泛氣攻心嘅團隊咧，即係大家知道以前咧，我哋講泛氣攻心，其實係一種嘅好招積嘅講法，係唔好噶嘛。可能食到頂住啊咩咁樣。但今時今日，我哋覺得泛氣攻心係祝福嚟嘅，即係食到可以成班人，哎呀，真係太多啦嚇，即係何等嘅奢侈啊！所以我哋泛氣攻心同人祝福大家。嗯，嚟緊呢年一月泛氣攻心。你哋好似咧呢個電影宣傳之後啦，再聚首一堂啦，係咪特登集氣，希望戲院可以快啲重開？係咪啊，哥哥？係咯，係啊，盡快啊，盡快，係啊，盡快啦！即係唔單止係戲院啦，即係其他嘅各行各業都希望可以快啲恢復正常啦。但係你哋自己係咪已經睇咗呢一個視片啊？你自己係咪已經睇咗呢個視片啊？我嗰個係真係試嘅片嚟嘅，所以係唔作得準嘅。佢哋睇嗰啲，我冇睇過。我有再睇一個，應該係俾你再 update 嘅。係啦，一日未上映咧，其實一日都仲會有修改。咁我就我諗係睇嗰個係新過你嗰個啦。係，好好睇。我肯定係新好睇嘅。你未睇過係咪啊？咁你睇嗰個又會更好睇㗎啦。咁我好期待喎，咁快啲開喎，一定要。係啊，我覺得好睇啊，即係自己睇完之後，我覺得係好滿意，同埋即係我作為觀眾啊，我覺得係即係子華哥嘅演繹係好少睇到咁樣好正，即係呢個角色係我覺得俾佢發揮一啲係平時係啲角色係冇咁樣嘅角色咯。其實我揀呢套戲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因為咁嘅，係咁佢係做咗一啲大家冇睇過嘅嘢嘅，應該。Hello， 你哋好。Hello， 你哋今日係咪想集戲？希望戲院快啲重開，等你哋啲套貨數片可以上到咧。係啊，即係我哋一心咧都好希望大家係身體健康。平安，但係又好想大家可以欣賞到呢一部電影，唉，真係好複雜，好複雜，集氣再集氣。係啊，我哋都一路由我哋宣傳開始已經集氣、集氣、集氣、集到而家㗎啦。咁但係好多嘢都我哋控制唔到啦。咁希望最主要都係希望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啦，同埋過年都要開心咯。咁所以都好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哋呢部電影嘅。咁係你第幾次喺香港度過新年？第一次，所以我好期待，然后同埋我好希望，戏院快啲开，所以我可以睇《泛氣攻心》喺新年嘅时候，过年嘅时候。系，就系金像奖好似四月重啟啦 ，Stephy 你都被提高一線，可能係影后方面嘅人選。即係其實大家而係咩？有啲咁嘅事。當然首先講金像獎，即係如果今年可以做到咧，係非常開心啊！因為上年取消咗，其實係好失望啦。因為即係金像獎係我每一年最期待嘅一個頒獎禮，即係一個。即香港人的電影界的盛事，所以很希望可以今年，即是我們已經儲了兩年的戲了，希望可以今年順利地舉行。而其他你說看不看歌或者提不提名那些已經沒有想了，即總之有這個盛事可以舉辦到是已經很開心了。現在香港過那個情人節嘛，假如說有香港男生約你，你會不會很那個歡迎呢？如果我喜歡他的話我就出去了。有沒有對象？現在對啊，秘密有尤山拍 MV， 他是不是你心目中喜歡的男仔？一講山，我覺得他很可愛，然後他也很幽默，就是他說話那些都很幽默，很好笑，而且他也很會照顧人。他單身啊？哦，真的嗎？有發展空間嗎？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那个，为什么？因为太高有压力。对，他很高，他太高了，他脖子会不好。然后我拍那个MV 的时候，我要站两个箱子，我要站两个箱子，我才在他这边。他真的很高。